37年、38年的年头了。那时候还行，那时候比我他这地方比我们家那强，因为啥？那时候我们内蒙那边特别穷，吃的都是高粱米大碴子。到这地方吧，别管哪，他有面吃，这边生活条件比我们那边好，所以就这么聊过来了。那为什么选择到东北来，不到别的城市呢？那时候咱没有认识人，你不敢去啊。新疆的鱼很多，哎，小眼的都不下，逮一条鱼都这么，最小的时候这么长的鱼。就是以前这地上挺荒，为什么慈禧太后上咱们这个沿江地区荒无人烟地上来呢？这还有个金沟出黄金呢，啥黄金你们都不知道，淘金沙。来过我记得便是缘分，翻嚟去日本去韩国几时都会去到，但是呢你不会去想自己去北极村的，这个是我OU 里面一个挺圆满的。